今天下午在网吧拍了一个滚龙的视频，50块钱我已经给你了，对吧？嗯。但是那个视频太平淡了，发出来肯定都没有人看。我的意思，他刚好12月7号也要过50大寿了，然后我给他做一个宣传，然后呢就也重拍一下，对吧？就是这50块钱下午那个就不发了，嗯，可以吗？好。啊，帮他打个广告啊。就是12月7号晚上8点，滚龙的50大寿，啊，在这个平台给大家。12月7号。在12月7号。12月7号是冬月间。对呀，没有错了没有？冬月初七。冬月初七嘛。啊。就是12月7号嘛。啊，对对对。是不是？他短时间日子跟那个号数不碰面，就是在那，就在7号。准备怎么办呢？这个50大寿，你看怎么办啊？我操，你的50大寿，我就随点你发个红包就行了哇。好，我给你买点礼品嘛。可以。我给你买点那个洋娃娃呀，一个大一点的洋娃娃。老开店。那你要。今天是咱们老开店洋娃娃。今天是长大了，要好一点。去年我送你的手机是不是？去年是别个人家拿个。那个什么托哥送的火箭嘛，去年啊，到横店，横店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自己说。今年就是这个银行不好办，今年挣我都没挣上100万，你也没挣到100万。不是挣了多少？第一，你过生日肯定是你办，你请我们吃烧烤也好，烧白也好。我们就吃面条都可以，对吧？好嘞。然后我们送什么是我们的事情，对吧？好。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就是我的想法是什么？想法至少就在那个酒店爸爸，我们要搞一场灯戏。搞一场这个生日肯定啊，搞灯戏吗？啊，灯戏，我是主播啊。然后请哪些人呢？哪些人嘛？那肯定是你要去编制这些演员。我编制毛？我又不是你员工，你自己、你自己去邀请。我现在叫你跟我打好麻子，叫你跟我找几个员工，你都找不到了。当真分手了，不干活了，就是百万传媒，你又是，我是什么？也是百万传媒。你是滚龙传媒。你的是滚龙传媒。这些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去安排。那个就是到了那天晚上啊，看昨天下午啊，看吃了中午饭就开始演灯戏。演灯戏最多不超过2000块钱。灯戏是干嘛？就是的话最多不超过2000块钱。灯戏是什么？就是拿起灯来表演，很亮那一种。胡说。那是啥？请小姐姐们跳唱歌跳舞啊。哦，就请一些演员啊来唱歌跳舞，最多不超过2000块钱，最大数目就是2000块。请多少人？2000块钱？勇敢的几个小姐姐的角色，请几个小姐姐。哦，就唱，从下午唱到什么时候结束了？过把小时，过把小时啊。下午就是唱，别个要点歌唱歌那些话，是别个要点的。在哪里啊？大不大舞台？大不大舞台？那个还不是电视歌，还不是跟那个歌舞台必须要不是来亲亲戚要点，还是自己的亲人？大舞台的话，那种店就不一样。大舞台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请人喽，搭喽，要搭几天喽？搭出一张，那里有个台子。啊，那讲究啥子？低调点讲话。隐藏碟盘随时随地降下台资源。讲话小声一点。哎，不要指导我。我就要指你。你不是指导。你是不是又要分析我治疗了？你已经不是指导。啊，又吃饱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没吃。你今晚上信不信？你我信不信？好，不开玩笑。就这样。晚上真正的晚上吃什么？晚上我们。今天晚上是就是你50大寿的时候吃啥？晚上将近那个馆子没吃完的吃嘛，看怎么办了。就是中午吃了，没吃完的晚上就将就吃。啊，我们那锤子大爷来，我就不来了。那你自己去搞，你请你的那些人去，我就不来了。那你不是中午那个不吃了，吃到了，要不要的吧？哦，那也是啊。就晚上是很潇洒了，很鼓掌是吧？中午吃了，晚上热一下就行了。晚上将就热一下吧，还是要天天天天菜就天天菜呀、
赔于钱呐、啊。那请哪些人呢、啊？我知道请哪些啊？你的朋友啊？送了你的就请了，没送你的我白请了吃啊！我是银仓包谷猪啊！哦，就是送了，专门要拿一张桌子放在那里，请送了你的就可以进来玩，啊，不是拿张桌子，这就是说那进来进馆子吃饭要有那脸面。哦，我不是说开几瓶都可以了吃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沾亲不挂不，不是亲不是亲戚朋友，我也不需要。哦，那大约不是弟兄朋友，不要来冒充。大爷准备办多少桌？在我的场面捣乱，我可以说我随时收拾他。啊，大约准备办几桌？办几桌？那看情况啊。大约嘛，你心里有个数嘛。我的数不是，现在我舅舅那要喊了。啊。我两个口啊，吃进去我出来我也喊呐、啊，嗯，还有我轰高我二弟要喊呐、啊，嗯，轰高我二弟要请呐、啊，一哥请不起，一哥可能吧要请哦，不请的话你那边一哥可能不得送礼哦，过来，不知道他，一哥不送礼请不请呢、啊？一哥啊，你怎么把一哥牵进来干嘛？一哥本来也是我们朋友啊。是啊。啊，你来不来说别个不送你？你知道别个人家不送你，也是你把别人家的代替了不送你吗？也是也是也是，我别个人家这么大个人了，你嘛老子说别个不送你。对对对，我的错。那是黑社会啊！不讲这个，我的错。黑社会嘛。龙哥还有托哥请不请？托哥他们要来啊。龙哥还有托哥，你请不请啊？请啊，也请、啊。我托哥也要请的，喜是喜。哦。去年走到今年，说50岁生日也是你和我两个吼出来的，你是骗人家不骗人家？那是你要跟我说清楚。还有，多的不说了，晚上不要堵得长长的。直播的时候还是搞不搞这个50岁庆典？直播的时候搞不搞？我肯定要搞啊！现在我就代表周滚龙诚邀，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人，12月7号晚上来参加。龙哥50岁生日的生日庆典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心思先光变。你说你拍起那个害怕我整你，我喊你去那个是有目的。你帮别个人家帮你，你不帮别个人家，对，凭啥子跟你是啥子关系的还来帮你？好，最近你是啷个子称呼我的？啊，最近你是啷个？我喊你杨哥噻，小你说的噻，喊杨哥的嘛。小声点，小声点。你说个喊杨哥的嘛？好。拜拜嘛，你还不懂我的意思，你没想你很漂亮，你漂不得。对对对，你想这个文化骗哪个骗不到？所以说，隐藏城，跟你说要想斗哥的话，也就是说要给人面子，别个的给你面子。对头。你不要怕哪个，我又不是怕哪个，给别个的面子，别个人家自然晓得给面子，懂不懂？对头对。所以说别个，反正虽然说大家都是说，好了。江城拜拜结束了，听到了，大家拜拜就这么在。